祝大家事事龙舞春，还钱男神五分钟互画红包挑战赛，现在开始画吗？笑死，超难的、欸。然后而且他还。越画越丑，画太长了。有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陈柏霖，人中之龙，帮你戴个龙的头套。这应该是龙中之人。哎、欸，对耶。谁的？100。官方互捧。林哲熙过年求生欲太低，狂写未婚妻。陈柏霖急救活打断，不要再讲。还钱大卖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很难呢、欸，这很难呢、欸，这很难呢。你觉得很简单吗？我还钱，我想要5亿票房，我觉得超难的。由陈柏霖、蔡思玉、李明忠、林哲熙、蔡凡熙、吴康仁等超强卡司主演的喜剧贺岁片《还钱》就在今天上映。还钱双男神陈柏霖、林哲熙也空降下来，和大家拜个早年啦。我超喜欢打麻将，我超喜欢打麻将，就是喜欢打麻将，可以每天打。那你会很讨厌摸很慢的人？啊、好，你刚才就会了，那就不会了，那不是我这一种。我是超不会打麻将，真的。嗯，没关系，我玩别的。大富翁吗？我们家是除夕都会去我舅舅家，然后晚上我们就家族一起吃饭。初一的时候财神会来，然后就会把门打开，然后所有的舅舅就会在那边围着一圈圈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跳，这样财神到，大家在那边跳舞，这样你看几个六十岁的舅舅那边，真的这样子。包给谁哦？爸妈。嗯。几位数？5位数吧。一样，反正他们都有我的密码，自己拿就好了。下厨，我每天都在下厨，我是每天都煮饭的，每天自己煮饭，只要网络上面有影片的都可以做出来。我会算会煮，但是我很少煮。嗯，我基本上我很久没有煮给自己吃。私下不会煮给未婚妻吃的。不会，阿达就不要把厨房烧掉就好。上次有一次煮一个什么汤，然后抹布烧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抹布烧起来。没事，我觉得现在买东西吃很方便，也是，然后又很好吃又快。我就觉得这些不要讲。求生欲是不是很低啊？应该说我抗打程度比较高。所以你很常惹火另一半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不会。嗯，不会哦、喔。就下礼拜都不能宣传，脸肿的。戴墨镜。对对对。去跑映后的时候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到我这个年纪，平安就好。其实我们拍片的时候有聊过这件事情，他有跟我讲讲这个的时候，突然前面一片暗淡。对，所以平安就好。对，平安。Lucky 龙中来 ，Long time no see。Long time no see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个吉祥物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